震撼人心的鼓声宣告南岛族群婚礼正式登场。婚礼邀请卢凯族立委吴立华担任证婚人。由于今年南岛婚礼因疫情顺延到11月才举行，让报名人数锐减，只剩四对新人参加。虽是历年来最少，但新人的喜悦跟部落族人的参与热度不减。以前都没有参加过这种活动，然后想说来体验这种就是盛大的那个婚礼这样子，对，那很新奇。今年呢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我们看到非常多国外的人进不来，因此今年呢，结婚的新人对数也比较少。不过大家准备的热情不减，我们用卢凯族的一个非常隆重、正式的传统仪式的婚礼来接待这四对新人。今年四对新人中的其中一位新娘，虽然没有原住民身份，但对原住民文化着迷。为了举办一场属于自己的原式婚礼，不仅努力说服双方家长，更把自己的婚期随着南岛婚礼而延期。我自己不是原住民，但是我很喜欢原住民的文化，然后我觉得自己的梦幻婚礼可以用卢凯族的婚礼一起举行，我觉得非常的难忘这样子，所以我就来参加南岛婚礼。今天能够很特别来这边举行我们的婚姻大事，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意义。婚礼安排四对新人从求婚、下聘到成婚仪式，众人为伍，并安排新人荡秋千等仪式，呈现卢凯族最传统的婚礼进行式，并见证新人们的坚贞爱情。原视新闻歌手，屏东雾台采访报道。